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大概有3个礼拜没能上传新的影片了，因为我前阵子呢去动鼻窦炎的手术，那手术完后啊，整个人就很虚弱、很倦怠，而且因为有插管的关系，我喉咙痛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很难进入状况来实况游戏，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又开始 po 影片啦。那今天要来实况的游戏呢，是我在这次 NS 特卖中用300多块日元买到的，叫做《阅读空气》（Kuki o Yomi），在日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读得到空气中微妙的变化。用中文来讲呢，就是长眼识相。那相反呢，不懂得读空气的人就是白目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款测试你有多白目的游戏哦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以一个成功的社会人的身份来玩这个游戏，让你们知道哈，出社会的人哈，有多会读空气。大家一起阅读空气，同时按下 L 和 R，选单读空气，快速读空气，两人一起读空气。什么东西选项？我看一下选项有什么可以跳。哦，游玩方法，看一下游玩方法好了。这里是可以自由地读空气的空间，没有人会阻止你如何的读空气的。请发自内心地一个人尽情享受能够读空气的梦想世界。哎，没有操作说明吗？透过移动画面中红色的物体来读空气。也可能遇到不需移动的情况，那时候请读了空气后再做行动。如果想中断游戏的话，请按下加键或减键。OK，那我们就来读空气吧。哦，哎，啊，这不就刚才看的那个？结果还是没说明到啊！第一题，哦，有两个人一起，哦，有吧？我有读到空气吧？这样让位，让他们可以坐在一起。哦，要倒，要不然小学生太可怜了，所以一定要倒下来。第三题。小狗，小狗怎么趴下？好，我趴下。有吧？这就是社会人的历练啊。然后啊，白痴哦，啊，后面有人要过，后面有人要过。那我不管他，手扶梯就是不能走动啊，我们就是站好。我现在应该算是有读到空气吧。第五题哦。各位，排列好，应该在这里吧？哦，有读到空气的鸟，你似乎读得恰到好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出社会的人就是不一样啊。第六题，哎，总共有几题呀？啊，圣诞老人来了，啊，赶快假装睡着。嘿，请问要点什么？生啤酒。嗯，可是我不喝酒哎。嗯，不行啊，我要柳橙汁。这样是不是没有读到空气？第八题，啊，呈上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我要按那个服务铃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哦，原来服务铃在我这里。好好，有读到空气。第九题，A B A 啊，C 没有人要，所以我，好吧，C 是短发的，可以。那我，要不然 C 没人选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跟 C 在一起了。要是我打倒最后一瓶的话，请跟我交往。嗯，好啊。哦，哎，
哎、欸，被打到，哎、欸、呀，赶快！我是瓶子，我要赶快倒下，让他们可以教我。瓶子也要读空气，勉强可以。为什么？我哪里没有读好吗？为什么是勉强可以？第十一题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要跳吗？我要跳吗？哦哦，是敲它。我不能移动，我只能敲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刚才那一题是怎样。第十二题，起立，起立，敬礼，敬礼，坐下，好，坐下。哦，有遇过起立然后不站起来的同学吗？跟女朋友来动物园玩啊，狮子正在做十八禁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是站在这里好好观摩一下吧。动物频道都这样演的啊 ，OK 的。这是什么？有僵尸？我要怎样？我要做什么反应？我要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要按什么？我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不会动哎、欸，我没有读到空气，那僵尸没有吓到我。哦耶！哎、欸，我应该有对到吧？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哎、欸，没有了吧？有有，这个我有配合到。你似乎读的勉强可以，又是勉强可以，应该是刚才那个僵尸，我明明什么按键都按啊，可是他就没有起来。第十六题，这是什么？啊、雨伞，雨伞。哦，要收起来吗？哦，好，然后再打开，要不然会撞到的意思是不是？可能这样我会被淋湿哎、欸。怎么了？我要在下一站下车。啊，终点站龙山寺。终点站的话，应该就不用按那个吧，下车铃，反正它一定会停啊。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。第十八题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嗯，要让位吗？好啦好啦，让给你们了。早知道我应该往左边让他们隔着那一根铁柱。今天要跟女友约会，恋爱电影，机器人动画。虽然我想看机器人动画，但只好违背良心的走进去。是怎样？哦哦，不要让他走马路边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，免得危险。有吧？有读到空气吧？你似乎读的巧言令色，这应该是夸奖的意思吧？还有还有，二十一题。早安啊！中珠没看到，假发掉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水户黄门。哦，赶快跪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日本的时代剧啊、哦？这是怎样？哦，我要配合他的脚步，不能走太快，是吧？哎、欸，后面那什么？后面那台钢弹是怎么一回事？第二十四，今天要去约会，是不是可以当做男友了呢？等下要牵手了吗？要牵手了吗？因为他想去看动画，只要让他选看恋爱电影。他提起勇气跟我牵手了，我们应该已经在交往了吧？啊，哦哦哦，嗯，赞哦赞哦赞哦。
装作没看到走过去。如果直接走到他们旁边，不知道会怎样。似乎读得巧言令色，嘿，我又被夸奖了。26题，哦，是我，谁要来演战队皇？啊，没有人要演吗？好，那我来演吧。哦，虽然我比较想要演红色的。27题，哦，我要摆这个姿势才对。为什么战队皇是胖子？战队系列不是大家都很，欸，长条，我要削掉还是当他的手臂呢？天哪，我好想去削那个四格。我们来看看你的脑内占卜结果吧。哇，好奇的，是。要赶快关掉吗？不用关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是面对另一半，我们就是诚实的面对他。第30题，向右转啊，不对，这是我的左边，是他的右边才对吧？你是不是读的勉强可以？应该是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我的右边不是他的右边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。第31题，你是什么 ？Barber Bar。这些店名听起来比较奇怪，进去看一看。是我的话就会这么想。第32题，哎，接住，我有读到空气哦。怎么了？为了让你的手术能顺利成功，我会在明天的比赛打一只全垒打的。喂，天哪，压力好大！嘿，有吧，这样有全垒打吧？应该有吧？哎，没有显示，看那个高度，感觉好像只有三垒安打。哎，这样有嘴对嘴亲到了。还要特地移动过去，这是最后的一球，一定要丢中啊！这是什么保龄球吗？太偏了啦！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跟那个该不会是丢那个宝可梦的球吧？怪物还要自己去接球，也太丢的太歪了吧！我天哪，要跳绳！欸，我要按什么？哦，我跳的有点啊！没有读到空气了。哦，大家坐着。夜路辛苦，夜路死苦。第38题。装作没看到。原来打出去了，那我这样是对的吗？我这个反应是对的吗？我该不会要靠在我肩上睡吧？那我要该做什么反应？我可以站起来走吗？可以把它拨开。第40题。洞，应该有河道吧？你是读的差强人意，是还可以的意思吧？第41题，哦，换女生了。我其实是想要靠过去一点，结果不小心，他就把他叫醒来。今天是我最推的 A 子的，好吧，我虽然推 A 子，可是 B 子没有人排队，我只好去跟 B 子握个手。B
第43题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香菇。我跳起来，然后给后面那个人吃，是这样的意思吧？哎，这个跟卷轴游戏自己写满的，就是回血的，要让给另外一个人吃。哦，哦，哎哎哎。诶欸，所以我刚应该要拍照的意思吗？我没有按快门，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是不是有一点冷啊？知道了，有一点冷，那我温度应该26度吧，差不多。觉得26度应该是刚好的温度，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不小心把女高中生给叫起来。我原本是想说往她的方向再坐近一点的，看来太贪心了。第46题，周刊杂志啊，有人想要看啊，让个位置给你看了。我要假装被他们推走吗？呜呜呜呜，演给小朋友看的，骗小孩啊！好渴，顺便帮我买一罐咖啡。咖啡，咖啡是热的，可是看起来很像很热的样子，所以我买个茶好了。茶是冰的，还是结果买回去他说他不喝茶了。这个真难啊，读空气真难啊！有人要来换网子，哦，所以我赶快把肉夹起来，耶，放在酱油里面。嘿，这个一定有读到空气的吧？刚好可以给他换那个网子，惊人的气功术！哦啊，我被气功打倒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吧？你是无毒的，巧言令色。巧言令色应该就是最高等级了吧？第51题，哦，我的视线，哦，可是旁边人都在看我啊！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我是不是移太慢了？怎么了？我又不小心移走了。欸，刚才那题可以重来吗？哦，我要降低速度，免得泼水泼到人家衣服身上。哦，哥哥我好饿哦。哥哥我想办法，你再忍一下。鬼脚头大赛决赛，赢家就能去吃烤肉吃到饱，画线或不画都可以，最后一条，什么意思？天哪！哎呦！我不要画好了，给哥哥画好了。我画好像就是胜利啊，这样哥哥会吃不到牛排。第55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想去上厕所的意思吗？他没有内裤吗？他没有内裤，所以他很害羞，帮他装个内裤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欸，差强人意。可我刚移过去，他没有装备起来，我就赶快就把他移到下面去了。机器人穿什么内裤啊？真是的。第56题。我们再看一次你的脑内占卜节，哇，好期待哦！又是色吗？啊啊！赶快把这个奇怪的毛给剥掉，太好笑了！这个好像很聪明呢，谁啊？你有在听吗？有啦有啦，我不懂用面包粘来吃，哎，有啦有啦，哎，我要怎么回复他？你是不是养过狗啊？有啦，我有在听啦。
我想换手机耶，哦，想换手机，我赶快离开。第58题，哦天哪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，你最好。我现在很不能忍受，就是公车上呢，哎，超值星期五，15点就回家吧。当天是，了不起，回家，哎，我要怎么回家？对不起，刚才完全就只是我不会操作而已。今天要跟女友约会，吃烤肉还是寿司呢？但是吃烤肉啊，有肉就选肉。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。对，刚刚耳机的事情讲到一半，就是搭那个大众交通工具，你就会遇到，就很常遇到那种不戴耳机的，就是长辈们，然后在看影片，是什么？然后就超大声的，我实在是很不能忍受这种事情啊！这意思是不是我应该先让他们选完？哎，他们都不吃啊！他们都不吃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不懂。喂，可恶！我被骗了，我以为想说什么有重复的题目。你的便当微波中，好，先让给别人结账，这是尝试，这是尝试。我要怎么欢呼？Love and peace, yay! Yes, we cannot. 为什么是 cannot? Yeah. 哦，原来有 B 键也可以按的，我一直以为只有 A 键可以按，竟然要跟女友约会。女友都打扮成这样，当然是看机器人动画了。她都 cos 成肝蛋了。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我哪边错了？明明很完美啊！好多题哦，66了。哦，因为我的头太蓬了，所以我最好去坐到旁边没有人的位置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67题，按照顺序搭乘。夏雅，夏雅，好啦，我就让给他搭那个红色的，后面就 cos 成夏雅了。我后面有敌人，你快点解决他。你后面在哪？有，嘿。神助攻有没有？69题，放映中。大家要站起来，就要跟着站起来。虽然不懂在放映什么，礼让给那一个人，这样应该有读到了吧？巧言令色，果然。这就是社会人。窗帘最好会自己读空气了。为什么锅里是空的？再忍一下，食物马上就来了。哦。是这样子对吧？那他们吃了会长大吗？
第七十三天啊、哦，好难哦！哎，什么东西？我好像转错方向。明天要和女友约会，明天的考试会决定我的一生，希望明天的第一场演唱会能顺利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所以台风最好不要来。毒空气的台风，其实有让骑着白马王子来拯救我。魔王的城堡赛马场。去魔王的城堡好了。你似乎读的勉强可以，因为这一边我转错边了。该不会总共有100题吧？76题。哦，这是摇荧光棒的意思吗？哦，我最不会做这种事情了。我的拍子每次都跟别人不一样。第77题。变装大会哦，噔噔噔噔，好了，读空气给他过了。的确，常常有这种事情啊。如果大家有在看《超级变变变》的话，大胆，什么事情，绝对别推我，别推哦。啊，我就不推了。可我超想推，看看他屁股翘那么大，屁股翘那么高。啊，不会烫！哦，所以是接续刚才的吗？不会烫！啊，好看啊！啊，就跟你说别这样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糟糕，刚才那一题我完全读不出来。精通业界 A 子小姐假名，所以我现在是扮演的是什么？哦，马赛克。哦，我要把眼睛遮起来。原来如此。你似乎读的恰到好处。恰到好处好像反而更难哦。偶像的鼻子准备进行开球式。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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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哎啊，不对啊。我是不是要故意没有挥到啊？糟糕，我太少看棒球了。耶、第83题，就快到山顶了，紧张流汗。哦，滑雪板啊！我，然后还有女朋友，我要做什么事吗？糟糕，我完全不懂滑雪的礼仪是什么。第84题啊，有熊，赶快装死，赶快装死！那声音是被咬走了吗？第85题，不要在意这个男的，他的表情是什么？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话，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，是因为被熊咬走的关系吗？第86题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哦，安全带要系好了。一时看不懂。这理解力也要很强，知道答案的人。好吧，老师也要读空气啊。第88题。哦，哦，哦，现场看网球都这么累吗？
我这样是对的吗？还是我应该要一直看着幽浮才对？有幽浮，是我，赶快挡住他们！哦，我还以为是要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了。回答是 yes 就举手，如果是 no 就把手放下。好，Yes，什么意思啦？前天的、明天是后天的、大前天，你很瘦吗？哎，放不下来，手放不下来，放不下来。有会痒的地方了，你就来当守护地球的英雄吧！哎，举一次就放不下来了，就他们就这样子把一段话全部讲完了，你似乎读的勉强可以，好吧？第91题。啊！救命啊！什么意思？哦，当作没看到哦。原来如此。那我这么胖的超人呐、啊？哦，又是这个，不让位，不让位，坚决不让。就是13题，那个乐团今后的方向解散，单飞出道。啊！我现在才意会过来。哎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哎，所以他们要解散了吗？有没有相亲相爱啊？耶！开始嗨吧，耶、yeah! 啊！哎，所以他们真的要解散了。这样我有读到空气吗？我也不知道。95题，很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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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就，我帮他开窗户。这样读到空气吗？那个女的变成受害者，勉强可以。糟糕，好了一个人，坏了另外一个人。第96题，今天绝对要做到。做到什么？做到什么？我有点不太理解意思。好，幸好久久去袭击一次星球吧。这里有英雄，这里没英雄，那我们就去有英雄的地方吧，这样才可以拍影片。第98题。哦，英雄来了。是这个意思吗？第99题。气氛变得好沉重，好久不见。你来了呢，我一直好想见你哦。再握紧一点，这感觉好怀念哦。你还拍灵异照片给我过呢。什么东西？我把那张设成桌布了哦。一起去听过演唱会，那次好开心啊！什么东西啊？
你还跟牛约过会，对不对？我都知道，下面已经在跑工作人员名单了。要是能跟你再多相处一点就好了。真的有怪兽哎，我被压扁了。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吗？你太优柔寡断了，快点把我忘了，找到新对象吧。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停不下来，不会读空气，对不起哦。原来是在说我，虽然有点软弱，却总是能关心周遭的人。最喜欢这样子温柔的你了，但是请别忘记，有时候不用读空气也没关系哦。谢谢你，再会啊。你怎样？这是 bad ending 吗？我不想死啊。听起来是我表现得太好，所以被 ending 吗？第一百题，这才是最后一题啊！哦，好，我读空气，我要集中一下。你似乎读的差强人意啊，现在也只有差强人意哦。我想说已经很不错的说。哦，最后有评分哦。我好平均哦。同情心是你的强项，环保购物袋等级。啊哈。所以，同情心是最高的，其实蛮平均的啊，就跟我本人一样，就是没有什么特长，就什么都会一点，但都不是很好。这个表就跟我本人的那个能力值好像差不多。读空气，不读空气，快速读空气。额外项目，真的，刚才我们好像只有四个选项而已，现在多了好多。以前的你，秘密章节模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玩到这边。那我下一次呢，再来开始玩，看看什么是不读空气，快速读空气，或者是我可能再找个朋友，两个人一起读空气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不知道大家。跟我一起玩了一百题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会读空气了呢？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白目了、啊？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帮我按一下订阅哦。晚安，拜拜。